Hey， 我是 Ricky 的沙发。我和 K 哥出发去韩国啦。我哋而家第一步要攞咗个 WiFi 先。咁咧，平时 WiFi 好紧 ，WiFi 真系好紧要。依家 WiFi 好好啊，因为咧平时 WiFi 咧系得一个充电嘅，系一开四嘅，所以系自己唔使带太多个插座。呢个咪 K 哥真心分享。唔係，我哋今次坐釜山航空咧，係我哋要諗住去釜山啦。呢個第一個原因。第二咧，佢好好啊，因為咧買嗰程機咧，呢啲咁樣嘅，即係大家覺得係廉航嘅機票咧，大部分嗰啲行李係唔包啊嘛。但係咧，佢係完全包20公斤嘅行李嘅。落咗機第一步就去 check in 先，今次就住江南區嘅 Intercontinental， 因為咧佢哋好近我哋去 Dive Festival 嘅會場，正正就喺 Coex 隔離啫。間房仲要被 upgrade， 你睇下 K 哥幾開心。係。今天我就在韓國的江南那邊，就要帶大家去做一個很得意的美容療程，傳統的一些針灸啦，有一些推拿啦、按摩啦，同埋有很多標誌的東西可以令到啲人咧由內到外深深深深嚟，又到翻內咁，係啦嘅一個滿足嚟嘅。第二日晨早流流就有一个咁大嘅 band 嚟接我哋，去一個完全唔知喺邊度嘅地方，我淨係知係馬場。啊，到了，我哋今天到呢個拍攝的場地啊。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I'm Ricky. Yeah,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เป็น MV White Hot ครับผมนี่เป็นม้านะครับดูครับดูม้าครับผมต้องแต่งเป็นม้าครับผมนี่ครับนี่ก็โอ้ยโหเจ๋งนี่ก็ได้嗱，我为大家介绍，佢就系林。今日我嘅主角系阿 P。B B Yeah B Yeah B is girl from Thailand。Yeah， 阿 B 好劲啊，佢系诶泰国嘅 subscriber 嘅人数系300万。300万系能爽十三烂三烂三烂。哦，好靓呢度。呢个就是我哋今日拍摄嘅场地啦。Oh, your red hair. Oh yes. 诶 ，so match. Yeah, we match. Yeah. 你又胖。呢度有羊，有马，仲有王子。Action. 背背背背，醒魔醒麻醒麻。其实今次是拍一对韩国歌手 Nolasso Wild Horse 的 MV， 阿 B 咧就将呢首歌变咗做泰文，我哋咧就拍翻去到 MV 出嚟嘅，一睇我个样子就知道我系做白马王子啦。而家要同佢帮阿 B 补一补妆先。我今天其实真系两个重任嘅，唔系净系做演员咁简单，我最做翻我自己最重要嘅工作，其实我就系一个化妆师。有條換件衫咧，跟住就再去 rehearsal， 因為咧今日其實係 Dive Festival 嘅 rehearsal 嚟嘅。I hope my boyfriend Ricky comes up and we're gonna do makeup challenge together with you guys, baby。好緊張。好緊張。想學第二種語言，第一樣一定要先學粗口。Sadie 已經將香港傳統文化發揮得淋漓盡致，我真係忍唔住要講句啊！今次呢段 MV 咧，仲有 Sunny 啦、Honey Tree 啦，同埋可十 Hoop 三兄弟啊，密切留意我 Instagram 嘅公布啦。我哋今日要飞釜山啊，虽然釜山都期待嘅，但我哋觉得首日唔够玩咯，好唔够。未开始玩。我哋嚟完釜山机场，而家就去。哇，对面就系啦，黑太阳啦。哦 ，K 哥，你此刻心情如何？你睇唔睇到你噶？我的心情又象征过的来到釜山，我们今次住釜山的 Park Hyatt， 大家看到的景色真的没得输的。我们来到这个釜山的大街，想着看看有什么地方行。咦，这间好像有些东西看哦。我觉得我坐了上去会好像 Red Monster 这个。我唔覺得一定要嚟 Olive Young 嘅，我好中意嚟 Olive Young 嘅。跟住我啱啱見到呢個嘢，
它叫做 Nipple Band， 即是防止突點的貼。喂，要買啊呢、這個 Body Band 咧，唔係真係淨係得女仔嘅嘢買嘅，其實好多男仔都走入嚟買 gel 頭嘅嘢啦、剃鬚嘅嘢啦，即係其他嘅護膚品嘅。咁所以咧，男仔嚟到韓國咧係唔需要擔心啲嘢淨係得女仔嘅啫，其實係好多有男仔嘢用噶。嚟到釜山咧，一定要介绍呢一条釜山嘅西面大街。佢本身咧系一个医学美容嘅集中地嘅。上一段片咧，我就介绍过究竟我喺呢条医疗街里边咧整咗啲乜嘢。快啲 click 下边呢个 blog 度睇下啦。行到嚟我哋嘅特碑一零一啦。咁点解会嚟呢？就因为咧，大家都话咧特碑一零一嘅夜景咧系好靓嘅。咁原来特碑一零一咧，我唔知系一个商场嚟嘅。原来佢入边咧系好多餐厅啦，有嘢买啦，咁等等嘅嘢啦。咁咧，我哋亦都嚟到咧呢度有一间 fish and chips 嘅餐厅。哇！如果呢条片呢个位置喺夜晚大家睇，千祈唔好觉得我哋好邪恶。我而家好邪恶，因为真系好肚饿。我觉得呢个地方太浪漫同埋太温馨啦。但是 K 哥，我同你嚟噶系。哦，冇问题噶，得啦。K 哥表示不想回应。咩？咁咧？收餅嬌嘅時候咧，我就發覺原來有好多人送咗好多嘢俾我啦。咁咧，我記得咧 ，Star TV 個咧有 fans 啦，我唔想叫 fans。朋友啊，咁佢哋咧就送咗好多小禮物、小食俾我噶。我發覺韓國人好中意送嘢食俾人嘅，咁啊呢啲紅仔糖啊，多謝你啊，我會上飛機食噶。咁咧跟住有嚟自荷蘭嘅朋友咧，就帶咗兩塊荷蘭餅俾我哋啦。咁咧我諗住試下好唔好食先啊。哦，夾心餅嚟噶，佢係。嗯，好熟哦，仲要咧俾埋佢張卡仔喎。佢係叫 Ho Yin Chan， 多謝你啊。另外又係送下啲線啊。咁都多謝你哋。跟住咧，我哋前兩日就去咗整頭髮啦。咁咧，我同 K 哥咧就喺阿李醫生嗰度咧。我送了一些洗头水给我，还有送了这个 treatment 给我的。一连三集的韩国之旅终于完成的，虽然去了七日，但我和 K 哥都是表示不够厚的，要再去啊我们。但阿 B 和阿Plum又说叫我们快点去泰国，因为他们说打算带我们去玩。今次的韩国之旅特别要多谢就是韩国观光公司和釜山航空帮我们安排了一个非常舒适和充实的行程。好啦，最后要记住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 我们 Facebook、Instagram 和 YouTube 再见，拜拜。期不期待？很期待。紧不紧张？很紧张啊。你没读过演艺先。这个我们是练腹，每次做十二下，做三组，咁咪有啊！哇，个背肌好靓啊，有好大个纹身添啊！